大姐，我对林芬是认真的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。不然，我一定还会再绝食。总共哦，来到林芬，首先签是同国减的两关啦。为到你强同嘅米来，来听从我考到第一经验。硬相信一听做得多，唔做二乘三利用诶，一定动将。 做白干面的朋友，从多个天亮个梦，要去到上座忙完，个落去未变难用，想个无机关机上，情动的梦，为谁人开始妥协？ 是潜了，犯罪第六期分数，还就被淘汰出局嘞。哎，有嘞，潘世豪，中兴大学农艺系，阿潘啊，你考到国立的呢。 中兴大学同学啊，过你个呢？哎，弟啊，老美女潘杰该讲，一天爱考到医学院，农医系差很多嘞。哎呦，阿潘呐、啊，一时失宠天嘛，莫计较嘛，明年从考嘛做得啦，系无？挨到去阿潘的有洁癖个人呐，用可能。 起名噶，恶做做嘅吐奶啦，冲冇！哎，今日哈，天大空空啊，麦哥，你冇法度上。 客人没到，等一等。待会客人来了，我那份也给你吃 ，OK？ 你说的。文亮来了，周大姐好。林芬，这花送给你。祝你呢跟周大姐一样，永远青春美丽。谢谢。文亮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，来坐。好。哦，原来客人就是你啊！这家店是文亮介绍的。
是啊，这东西啊很好吃哦，而且我们家是常客，他们东西呢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哦，所以啊新鲜哦。真的啊？妈咪，客人到了，我可以开动了吧？好，开始吧，不要客气，多吃点啊。吃吗？味道真的不错，超好吃的。你们洗完东西好，常带你们来啊。乖乖，下次过生日的时候，妈妈在这帮你请客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从没骗过你啊。我来付钱。阿良，我特别欣赏像你这么有志气的男孩。哪有，周大姐，你过奖了。趁你一半还没回来，我就直接问你好了。你是不是想追求林芬？其实从以前开始，我对林芬的印象还蛮不错的。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是，不过他身边好像有个小罗哎。那姓罗小子算什么？只要你有心，我支持你。谢谢周大姐。林芬最大的罩门呢，就是喜欢美食。你只要掌握这一点，基本上成功一半。剩下的，大姐会帮你。知道。你们在聊什么啊？聊这么开心？文良说啊，其实这家餐厅还有很多 menu 上没有的私房菜，他已经让老板做给我们吃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过妈咪就没有你那么有口福了，我还约了牌局呢。妈咪，这样不是太可惜了？我又没有像你那么贪吃。周大姐，没关系，如果你有事的话先走啊，反正我还没吃饱，等一下那个雪场蟹会更棒哦。对呀，文良可以陪你吃嘛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真的得先走了。那好吧，妈咪你慢走，拜拜。你真的是太无情了，拜拜。快走快走快走，赢多点啊，周大姐加油啊。周大姐慢走，还想吃什么吗？雪场蟹，好期待哦！那你赶快跟老板点菜啊。好啊，老板。Benny。你在哪里啊？你都该点来啊，因为面色暗唔好，情况喺唔喺东洋冲啊？唔留下盘，一下都等用盘嘅咯。连靠风崩以后，你就请唔到阿盘，连下先本气都冇一平安。灰眼是那什么咯？睡也睡唔得。寂寞苦多以后烟。情感动感苦啊！内地啊，就很容易暗呢。那汉娜熊皮在其身边，脾气强下叫，老去顾虑，老去安慰，无论两班，明年我来变改一摆。阿爸无以前，家你要主动以前去无？哎，你用你前去啦，当初你都感觉去啦，一下用电脑无等你咯，就变去夹副卡前去就好啦。前去有用吗？当然有用啊，做兵也一样。还有咩记得好材料？你就这么搞变矮啦？我冇去重考，我四妹冇去重考啦。阿盼，外地你心情唔好，
讲出来，挨老人公下分担也要反复，好冇？唔好安尼啦，心肝艰苦，讲出来会较轻松。来做嘛艰苦啊？唔，唔系因为连考个事咩？来考到农音呢，真好啊。以前唔系一心想要考医学院。跟你迄个小爱痴心妄想的嘛？唔系啦，我冇一个意思，我系关心你。爱弟，你再过变个一摆，一定会做得到的。真嘅很好笑哦，爱吼，主要用个长处啊，佮上网的方便哦，袂穷用啦。阿潘，唔好自暴自弃啊。年落顶也去新冠度，来做爱用经验咯，冇唔错啊！来哦，做会自暴自弃。你做得重考啊？重考重考，做嘛经验都大三年都要起重考，你都大三年了，都怪啊！做得考得到以后验，本来劳动啊自家轻轻啊，喊你个笨猫啊！其实咯，根本都会改啦，来哦，喺你个痴心妄想啦！唔好安尼啦，你真经做得。我会为你准备考试。除非因为你批定来准批，来上考唔到以后应该啊，你还要过来一摆嘛？唔是参来的，咩唔是过来请来啦？应该唔错。咁唔错咩？美女昨天来找我，讲到后来，她哭得好伤心哦。为了阿潘的事啊？那还用说？哎，你去劝劝她啦，美女这么痴情哎，她怎么可以这样伤害她？哎呦，阿潘最近老是怪里怪气的。说什么他也不太搭理，猛钻牛角尖。你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吗？他不说谁知道啊？我只知道啊，他已经决定去读农艺系。哎，你想想，这样一个有洁癖的人，他要怎么去插秧种田？哎呦！可是，哦，那你真的好可怜哦。嗯。不行，我们非要帮他不可。哦。那我们就把他们两个约出来，让他们自己面对面解决，也许很有机会哦。你看见唔会来咧？哎呀，你再坐一下嘛，说不定他等一下就到啦。你才四啊盘哦，应该是妈妈的啦。我先走了，我陪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走远路。他昨天要做兵的哦，半价哦。对啊，所以是喜好嘛好啦，做戏做准啊，做唔会冲人家穷用，人做掉是个做人工啊。今年跟一天，风风花开到当朝，离别的气氛
一懂人，一撞平淡，老矮也着要来强下来。唔过长寸就脱嘞，好朋友也散到动眼动眼。阿盘人都台中，美女去台南教书，路过从靠靠到嘞中年飞机呢，去中六读书，挨呢去周边嘞，抢留灵魂一三年都台北。那种相片是猫王三人组老师专姐妹花亲后的青春写照。这个家款让人觉得充满自信。这是冬天的衣服，现在气温至少32到34度，相加起来，我现在体内已经燃烧到55度。明明无天的撞龙机，每种之物金枪大吉，唔限大条。总算神发以为新的传奇。最大犯罪者三个人来的，我问你到过还有靠近哦，还有两人一样的现实。客家电视天阳夜暂时没有过后，深夜18半夜暗部不点播出。还是去周边，平时不应该哦请假啦。反而哦，条件无欢喜，对阿秋伊没有排泄的咩？啊，好啦，好啦。唔得啦，我去周边我去送唔让错噶。还是去周边，又唔要像阿哥强样去招商，过两三只日后，阿秋不用了转来的啦。跟阿错的哦，阿免怕，跟佮带好诶。啊，神父啊，带家掉呀！哎，万一天寒凉，你做得做家掉呀？个洗话错吗？咩？这条东西哦，不对都会烦啦。那一般个家亲呢，不是烦恼啦，行啦行啦。天都背后，我兄弟不卡啦，这个还够生意的。那个事情都会当中国人发，我们老远人家避不开，用料都跟上来哦。嗯。去周边几日，来调试安排，阿妹爱出门去做些个时间离开。秋月唔想看到佢有流木子，阿爸冇得屋家，阿哥去行船，我去周边，一间屋嘅正见青春阿妹一三年咧。你怎么可以偷偷跑来？怎么不能来？打一个电话就想偷偷一个人走啊？不行哦。哎呦，我怕你们送，我会难过嘛。你不让我送，我才会更难过。好啦。
钥匙给我。给你干嘛？这样我才可以随时来陪罗妈妈。拿来啦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代替你陪罗妈妈的，这样我的哈嘎发也会越来越进步。谢谢你。打勾勾。勾什么？勾你罗强不准变心啊！哎，你说嘞，兵变都嘛女生在变，你有听过男生当兵兵变的吗？我不会，所以你也不可以。哎，你说不会就不会吗？如果有男生追你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说我有男朋友啦。可是他知道你男朋友在当兵，对你死缠不放怎么办？缠着我不放哦，我就把他带去找我的妈咪。对了，我得快去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啊，这么快哦？还有一点时间啦。我分发到的是有名的杀手中心，哎，绝对不能迟到的啦。杀手中心？嗯。血溅车龙浦，魂断金六节，泪洒关东桥。我要去的就是关东桥啊。啊，听起来好可怕哦。听说是抄得很凶啦，不过我想我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如果真的很辛苦，你一定要和我说，哎，我可以拜托妈咪，她认识好多将军哦，她可以帮你。哎呦，去当兵的在关东桥有那么多人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。可是，如果让妈咪帮你去说两句，不是会更轻松吗？哎呦，没有关系啦，当兵是每个男生必经的过程嘛。而且，无论我遇到再辛苦、再累的情况，我只要想想你，想想我妈咪，什么辛苦我就都忘记了。哎呦，我一定会天天想你的嘛！骗人啦！嗯，哎，我进去就要剃光头了耶。谁要你拿来用了？那要干嘛？你每天把它拿出来看一看，就会想到我啊。可是哪有人送这个当纪念品的啦？哎呀，你就带着啦，带着会保平安哦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护身符啊，还是纪念品？还是定情物？对啦对啦，都可以啦，带着啦。小罗，你好吗？你入伍之后，我每天的生活大概就是补习班，跟在你家和罗妈妈学客家话，还学会了好多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哦。没关系啦，来，我帮你拿。我是你哦。嘿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做个的手工的东西，我爱去晒晒的。罗妈妈，我来帮你煮饭。好啊。你接着呢。啊。
是哦？当然啦，啊，西瓜我都在煮啊。哦。你要等谁谁啊？你忙。煮的时阵吼，面爱不用水，啊，卤粿嘛爱不用水，啊，外面要加水哦。王艳呐，除了学会怎么煮饭之外，罗妈妈还教我认识了很多青菜。咖喱菜，咖喱菜，咖喱菜。咦，那茄子呢？吊菜耶，吊菜，吊菜耶，吊菜耶。真希望时间快点过去，你不在，不管做什么都觉得不对劲。林帆，想不想去吃林医师吃个东西啊？还是我们找一家高级的餐厅吃日本料理。下次吧。我真有事哎！如果有时光机，我就可以咻一个穿越你不在的这两年起来吼，实在烦死啦！没关系啦，罗妈，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我们不是说好不要把我当外人看吗？怎么又突然讲这样话？嘿啦嘿啦！哎呦，安多菜，阿公阿聪，你莫提不卡，来恁哦，都是心偏多啊！不要忘了，还有我这个大胃王，我会陪着你的。哦。哎，阿都在想吼，阿通爷爸吼出过安尼久的，也都不用的。罗妈，别想了，我们吃饭吧。好了，来，先坐哈。还说你一有时间就会写信给我，可是这两个礼拜我连一封信都没有收到。当兵真的这么忙哦？亲爱的林芬，当兵是比较辛苦，不过习惯了就好了。下了部队之后比较轻松，你呢？你说钟文良可能要跟你告白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很好吃哎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贵的有价值。你喜欢吗？当然，这么好吃的美食哦，超喜欢的。只要你喜欢就可以，我随时都可以带你来。好啊，每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哦，我就觉得好幸福哦。等到小罗退伍，我一定要带他来这边。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想起小罗吗？对啊，那当然。小罗做到的，我还可以比他做的好几倍啊！为什么你偏偏只看到小罗的，我不行吗？
什么行不行啊？哎呦，美食当前你都不吃，他们会很难过的。快吃快吃啊！零分，我喜欢你。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，我们开始交往好吗？新路皮毛毛过饮水的，政府的汽水工厂沙田许多侪年都带问题不耐。他今年对结婚非常重视，又对天气还有轨道传统路线企业少，更加路轨少见呢。轨道充满历史、艺术家车的落幕，除了为许多时间天气的影响，还可能许多民间破坏。享受天价里带给他家新闻插曲。每土地老婆的个仔女未来都奈嘞。那老公已经走红了，我们全家都没有工作。政府在很农业政策都带有落什么？市长有答应的事情，又搞大道爱听，随你却来做么？故意说有农业做嘛仔女还能安甘苦。我们也希望政府上级政府哦，在这个方面能够松绑，爱就好多西点，本面台币抢穷下没关系。流感没感冒，严重的时节没有生命的危险。注射疫苗是防止流感的第一步。流感疫苗对预防流感并发症、脑死亡有一定的损耗。流感疫苗安全有效，当少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，你到你老全感染的空间，强烈下手一注流感疫苗。流感是疫苗，空间太保护。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，我们开始交往好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小罗啊。我喜欢他，而且这辈子我只会喜欢一个人，那就是罗强。文良，你那个牛小排一口都没有吃给我好吗？事情就是这样，唯一有点可惜的是，我觉得以后文良大概再也不会请我吃东西了。话说回来，那个鹅肝酱牛小排，哇，真的是超级好吃哎。你这个人也真是的，人家要跟你告白，你却只记得东西好吃哦。你干嘛你来啊？来哄哄你的胸片啊。哎呦，哦，莫说又不差哦，嘿，老邓还真爱帮你呢。啊，能帮你吗？用我的啊。嘿，阿强的朋友啦。哦，朋友。朋友哈。
啊，你啊，真咪落去夹干啊？啊，马该夹干啊？哎呦，你阿强的本娘村嘛？阿春啊，神球啊！啊，你啊，真咪落去夹干啊？哎，听讲啊，嗯，你做你的神球啊，一定要抵得有效。哦，你看人人家用七个黑多一大米，一定属于人照顾嘛。哦，一开始我你冇照顾好些来，万一给你们个偏痛，你要同阿强交代了，知冇？我每天都会来看罗妈妈的啦，唔失手啦。乜个唔失手？我有啲搞唔了，乜个唔失手？你讲起乜嘅话？哎呦，我都讲咩？问题一讲，你太衰生啊，都会唔记得落后顾啊。啊，老李会用讲乜嘅啊？乜个落后顾？唔争落后嘛咧哈？哎，讲无常识都无常识，我啲搞嘅做人做事嘅脱离呢？哎呀，错，我地上嘅吼，地全部啦，啊，田当吼，地一般啦。爱同个爷爱几啊十年那个经验传承啊哈，我爱是无钱在搞你嘞哦，啊，阿子唔阿大呢，真的。哎呀，是阿妹啊，我同讲啊，我家讲嘞吼，你做想较沉着的哦，你啲糖会从阿个脱离啦，嗯。爱滴啦，嗯，爱帮你整起上啦。喂，是我以后哦，你上高啊，加油啊，嗯。哎，要喊出镜冇？挨出镜冇人照顾，挨当作来你话？嘿，挨冇人照顾吼，钱唔关哦。小罗。没有想到罗爸的毛笔字写得这么漂亮哎，我超想拿去市场卖的，可是罗爸说他的字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拿到，要有身份有地位，还要跟他罗董有缘分才能拿到。我觉得啊，罗爸出国回来以后，罗妈的心情真的比较好哦。带下个博览室了，还有这些。妈咪，来你吃吃看。这是罗妈妈自己做的客家粽哦。妈咪在减肥啊。妈咪，那我喂你，来吃一口嘛，很香哎。阿全，林芬呢？小姐出去了。又去这个姓罗的家？大姐，请用茶。我真不懂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？那个姓罗的什么好啊？三天两头往他家跑。大姐，小姐不是去罗家，她说她要去买菜。买菜？买什么菜呀？家里需要她买菜吗？她哪里懂得买菜呀？今天丝瓜高丽菜啊都很好吃，你这么漂亮啊，你挑一下算你便宜啊。真的吗？哎，真的。小姐一共20。买一些肉啊，这里。哦，好是。罗妈，我来喽，要买点青豆菜哦。哦。哎呦，妈，很多菜啊！哎呦，不卡好，像啊，中到后果用晒啦，你唔吃啦？是的，姐。因为马上就有个大胃王要回来了。邓真啊，你同阿强联络好时间了没？耶！今年创意加分赛的老年大擂台正经当老年咯，当然很有爱的创意本现场有很多的掌声，也有那种创意本大家笑到肚子痛嘞。两礼拜的节目除了唱歌的以外啊，还有好看的创意表演咯，流行歌曲中老传统歌曲中有样的性格曲面嘞，按好看的内容听众默默看到哦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两礼拜六下中午点半准时收看哦。
要的培养一个人的勇气，痴心情当中了，你读到委屈的提醒的时间，你要如何的解决这个问题？人生的迷失，行人最值得。爸比，公园地方有一个阿叔，见到公园跟绿色粘起来，还老老老给草都绑开了呢。哦，因为给阿叔做很多事情，不少人杀起比人服务啊。哇，安阳公园变到动乡哩，行街路没变到动快了。对呀、啊，阿叔看你摆行街路没做得动快了哦。家娘，看摆阿老弟弟搞车没跌倒哎。从哪？看你摆阿叔没跌倒的哦。嗯，太搞都没跌倒啦。对强水泵用沙飞路通代替日间复线。阿哥啊，在新加坡要照顾身体啊。嗯，那你经理啊。阿公哦，有啥新来呢？讲今年哈，啊，就来过年啦。好啊，当然好。总算退伍了，周边一段时间，灵魂没变形，电脑变成阿婆卡的人了。当日都会来看阿妹，我真见当感谢佢。这样时我得想，我天初不照顾灵魂一世人。阿强啊，也唔推唔了，也是做得开始哦，太点两个功夫时间，啊，阿亮哦，冲阿兵，啊。都是穷阿的做老大下的哦，不是啦，爸，董事长哦，你做手好了啦，唔张又排条，嗨，安尼唔怕，人家做兵做来哦，变太硬了啊，唔又太又细哦，安尼啊，挨老大下面吼，安做做总经理就好，好嘛，好啊，来，加油啊！周边转来，当然就会前头路了。看到按道发了逼迫的广告，我才发现，虽然我无学历，不过做得先呢，其实很易道。哎，小罗，这个餐厅在正外场服务跟吧台，哎，有外场服务及吧台经验者，哎，你都有做过啊，调酒什么也都会，这个好了。可是我想找一些不同的工作，多学一点。哦，这些什么储备干部，你不是去应征过好多家了吗？嗯，可是都没有公司通知，当然还要继续找咯。公司在应征储备干部，哎，储备干部是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在征行销人员，啊，要大学毕业。算了啦，干脆叫我妈咪帮你安排个工作。不要找，喂，不要啦。为什么不要？哎，真的啦，我去跟我妈咪说一声，我们也不用找那么辛苦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好啦，好不好？喂，是，我是罗强。真的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我明天一定准时到。什么啊？昨天我去应征的公司，叫我明天上班呢。什么公司？国际公司储备干部哎。哇！
你要当人个带啊？啊，看你做鲁蛮时，这个也没搞呢，啊？鲁蛮哪有跟人个带的啦？你还这个讲给做嘛该啦吧？哦，嘿哦嘿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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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你呐！哎呦，大爷你个带这么小啊？还怎么讲呢？今明日啦，天天上班啦，那黑丝已经拿出来，哦。你看是员工同抢高司机的事情，不是跳马屁哦，啊，俺员工在我尊敬，啊，对嘛，哎，哎呦阿爸，俺又没做跳架，那有人哦，为老俺抢高司机啊？哟，嘿吼，哦，但是俺怎么讲啊？顶多背哦，多讲都要好老化，哎呀，加更光机机也没好，我也安尼咯，嗯，这条太跳架，全部都好老年啊。你爱听你哥不讲好老话，爱像我搞新样哎，安尼谈事情没搞好谈，对吗？哦，哎，好，好嘞好嘞，好强哦，哈哈，你抢来罗当哎哟，哈哈，安子这样吧，哎，有冇个姿势喎？哎，还有啊，哎，来同讲啊，那吹吹谈生意呀哈，佮起码脚较粗的喂啊，哎，好老话有几讲哦？嘛，输人唔输阵啊，吼！佮输阵哦，佮做东南看那面啊，对嘛？吼，我记得咯。唔过阿爸，嗯，我做嘅事情哦，冇一天老人讲到成年呢，佮冇讲成年，我又赚钱啦。佮这，哎呀，唔，得，要攞做嘛？上班啊？佮你上班能去啊？佮你做那董事长而已，那有去市场查去的啦，哈？那你们？你几岁你了呐？啊，蛮快是赚钱呐！根本冇冇赚钱，根本上冇亲亲手操作几样差异嘛！啊哦！国际公司嘅储备干部，喺个 TC 方条路，大伯讲，我做乜鸡呢？我全唔知咧。唔知嘛？做乜你打电话来？我直接听到用呢。你咪平平做客家人啊？太家做出来打拼的呀，错唔错？奶奶唔讲，抢张腿唔啊，出来前条路，千重要咗前堆行业，乜嘅系堆嘅行业？做生活用品做一堆嘅行业吧，尤其系穿什么样嘅钱，那个胸罩舒服，就像好多人讲的呀，腰束、内裤、卡层顶壳壳。啊！你什么人看你怎么像人啊？你讲错冇？嗯，后生诶，还是一中一二哦。我做牙红十多年了呢哦。唔放心，听听我要好好来栽培，做牙接班人哦。安子生呢？对办法都少数，全部爱做。给手起储备干部，虽然辛苦，不过那份投入带来进入业务的大门，发现业务那项投入当下人。这个马桶放在身上，你看那个线条。林芬，小罗，不好意思，每次都让你等。没有关系啦。哎呦，好好的一个储备人员，怎么做的跟工人一样啊？哪有啊？其实还是学到很多的啦。真的吗？嗯。哎，这是我们公司产品，给你。还有礼物啊？嗯。拿起来看看啊。这是你们公司的产品。对啊。这什么东西啦？怎么啦？不喜欢啊？哎，那你看看这一件，这个款式不错吧？不错吧？啊，好丢脸呢！你赶快放回去啦！怎么啦？哎，这总比你送我的发圈实用吧？你个奴强，你立刻给我换工作！啊？谁摸我天的红哦？做歹干唔是放养，工作都听人讲哦。
太大了，太大，小一点好。那这个款式呢？款式 OK。胸口毛巾关于一胸，我们看没关系嘛，来拿一本看看。你看啊，这边有最新的投诉，有很多种哦。小朋友，放起来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去，先生，赶快走走走。直到就太阳南昂昂，我就是难度英雄。到路边人变昂昂，想到人生天下太乱。小鹿，你看这个，哦，代理商征储备人员呢？这个代理商又没写是要干嘛的，到时候又去卖奶皂舒服喽？不会啦，你再看一下嘛，你看学经历不拘，你去试试看嘛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陈先生在吗？哦，我就是。你就是啊？哎，我是罗强，我今天来报道的。来报道的？嗯。啊，你穿这样子来哦？对啊。我啊，我有一家自己的店，那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这都可以拿出来做做看。我早就算到了，你跟那个小子在一起，迟早要跟我开口要钱。小鹿，好大声骂我，你还要我跪下？哦，我要找罗强。找我？俩家伙都腿了，没按到情人果。